Poro 新款价钱砍对半，网友疯，卖不出去才降。草潮们就归来，尊爵不凡，荣耀的智慧电动机车 Gogoro 推出新车款 Gogoro Lite。 Gogoro Lite、在政府补助以后，最低的价钱从62,000块钱开始。啊，怎么降价这么多？上面有风镜，这里是没有风镜的啊，配备有差啦。同时我们也宣布了 Gogoro 跟 Gogoro Plus 的一些价格调整。 Gogoro 扣掉补助后剩下72,000， Gogoro Plus 82,000啊，之前买原价的不就是盘啊。别担心， Gogoro 承诺之前买贵的会退差价，而且送的优惠都不变，但网友酸爆啦，跳水了，卖不出去砍价啦。 Gogoro 如此解释，回到每个人都可以买的一个主要的机车市场的价格带。哇，我怎么记得有人受访时说过，原本的价钱就买一台赔一台了呢。懂新闻会公司这样赚什么啊？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,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,000元。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